来了广州号称最好吃的饺子店——聚荣饺子。外卖不高兴去店里，都要的小份的。尝尝看，哎，它居然有给汤。这个是啊，蒜蓉醋包，还有一些辣椒包。哎，这个汤好像是有味道的。那我觉得我干的蘸酱吃就行了。肉眼可见的紫菜炸出来了，香西马蹄的，这看着是手工水饺的样子。我给自己来点蒜蓉酱好了，这个倒是挺贴心的，但是没有开口啊。这要给我开口，拿了个一次性纸杯。口条，拿了个一次性纸杯，醋和蒜泥都倒进去了，我不需要那个辣酱。先来一个香西马蹄的，应该就是香菜马蹄吧。嗯，香菜马蹄，我好喜欢吃香菜饺子，家里我妈也包。嗯，裹上满满的蒜泥。嗯，这个是紫菜的，哎，我个人口味的话比较喜欢吃那个香菜的。好吃哦，不知道店里什么价格，那个美团上是八颗的是16元，猪肉的牛肉的还要贵一点。这醋少了，我还需要更多的醋其实。嗯，这个咬的比较好看，馅料满满。嗯，醋已经没有了。最后一个。收工，好吃，再见，拜拜。